Hello， 手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被剪刀剪了，戳到。我昨天想煲汤，然后剪刀又不是那种很锋利的那种，所以我就使劲的往它戳，戳了之后呢，不小心我的手就在那个剪刀那个方向，啪，插进去了。然后我就一瞬间，我不是想什么，我就想怎么跳舞。啊，那你怎么办呀？就缝了两针。侯若智，不是，不是若智，谢谢你的善良。你也不想给我们做好吃的？大家补一补嘛，大家都累。这个舞很多手部的动作，的确需要很多的。很多的 power， 很大力。啊！哎！嘟嘟嘟嘟嘟。好，再从最靠边来一下。准备。左耳小心你的手啊，慢慢起，慢慢起。OK。One two three four four two。就是我会觉得很生气，是影响了自己的心情，也会不多不少影响到整个团队。难过。老实说，我常常会觉得我还是一个很多东西有做得不够好的人，但是一直以来我自己就觉得大家已经把我标签了一个名词，是不容许我错的。但是我在这里所有的错误都给大家看得到，然后所有的那种不完美大家就看到。真的太无聊的意外，你说如果是因为跳舞扭到的我还能接受，这个意外是我觉得真的是很难接受，很难接受。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，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舞蹈动作很整齐。我就用这个，用右手顶住。对，我们也可以试一试。对。